跟大家讲十轮金刚，它的主要是说，你内在的气脉明点修得非常好，你自然就可以看光，那个叫做内实，内实轮。当你跟你的本尊，你看见你的本尊，这是对身。这个叫对身，你的本尊出现在你的面前，这个叫对身。你本尊移过来跟你合一在一起，你自己变化成为本尊的时候，就叫做自身。自身，自己就是本尊。那么自己就是本尊所发出来的力量，就是别时轮。所以十轮金刚最主要的内十轮修好，你就可以看到外十轮。你把外十轮移到你自己的身体里面，跟你的内十轮互相合一的时候产生的光明跟大威神力，就是别十轮，那个就叫做修行成就。那我今天讲十轮金刚呢，因为已经十轮金刚已经讲了很多，所以就讲到这里，跟大家讲这个。